在等车。对，我们要搭2个小时的车去花莲。吃完早餐了吗？对，我们刚吃完麦当劳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在车上看 Netflix。没错，我们等一下会带你们去 room tour 一下。我们现在是 room tour time。哒啦，这是我们在大厅最喜欢的东西，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会梦到它。你知道海绵宝宝有一集就是派大星做梦都是在玩这个吗？真的？对啊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会一起梦到它。这边呢是厨房，还有吃饭的地方，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。这个楼梯我觉得超特别的，因为它给人一种很不安全的感觉。有恐高症的人会很害怕。是我们要住的房间，然后它有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我们晚上的时候可以钻进这个里面。嗨嗨 ，Open 讲，嗨 Open。吃饭啦，好饿。我们刚在里面拍了很多照，然后吃了超多包洋芋片。其实没有特别饿，因为肚子都是洋芋片，全部都是洋芋片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花莲的美食。这条路看起来又干净又有好多颜色哦。就这样，哇，那是什么？一人牛奶哦，一人牛奶冰哦。嗯，
男朋友就是一个一种奴隶。阿萨萃取咖啡机，可萃取香醇咖啡口感，另可当手冲滤杯以及。哒哒，饮料，刚刚全联买的两个从来没吃过的泡面，咸水鸡，还有好心豆花店的豆花，开吃吧。睡醒，我们才睡几个小时啊？我们睡10点到3点，五个小时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去清水断崖看日出。现在太阳快出来了，我们现在准备要上独木舟。距离我们等一下要出门还有大概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打算来拍照，乱拍一些照。我们要去星巴克。星巴克买了那不勒斯星冰乐，大杯，干杯，干杯。有口红的是海儿的，没有口红，但是上面的鲜奶油都被啃光的是我的。地瓜先生。看到了一家卖烤香肠的店，旁边还有玉米臭豆腐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对，超香。哒哒，臭豆腐还有香肠。没事，有事。吹一下。哦。哎呀，完了，只能球机。哦。然后换妹妹了。换妹妹。哎，至少我们有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有保底了，有保底。拿到了这个可爱的牛。进三球，中一只牛。大家介绍东大门夜市的美食。我们刚刚从夜市回来，买了这两个呢，是强蛋饼，这个是爆浆起司蛋饼，这是鲜科口味。然后真的吗？然后还有两个是棺材板，我点的是凤梨虾球，他点的是奶油螃蟹。
有螃蟹。现在这个有没有适合你？中午了，我们要去吃火锅，一家叫野人的火锅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一点要吃，先 check out。 阳光好大，刚吃完，很饱。对，你最喜欢吃刚刚的什么？我最喜欢吃它的肉。我觉得它的冰淇淋也很好吃。我第一次吃椰子口味的冰淇淋。你超喜欢吃椰子？对啊，椰子有关的东西你都很爱。嗯，然后很久没有吃火锅，很开心。吃了花莲版的火锅。对啊，觉得特别好吃。如果海绵宝宝是花莲人，他就会住在这里。